健康对岸来，大家好，我是关嘉宇，今天我来帮艾珍师姐代班，要带大家来趟海外之旅。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马来西亚吉打的马来油街跟唐人街哦，这里可以说是吉打最古老的商业区了。你看这一家家的老店面，就知道这里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除了我们要了解马来西亚的历史之前，当然也要品尝一下道地的马来美食了。不过呢，这个重责大任，我们就要交给我最爱的香鸡师姐了 ，Go Go Go！ 哈哈，怀孕怀出了好姻缘的林淑宇师姐，我们掌声欢迎她哇！淑宇师姐你好，嘉义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淑宇师姐，哦，怀孕都能怀出好姻缘哦，嗯，这好奇耶，卖关子，赶快卖关子，来请这料理，来今天带来一道哈。哎，听说这个是马来西亚非常道地的，叫做欧达欧达，欧达欧达，是从印尼来的一种料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欧达欧达哈，它需要什么一款的材料啊？各调味料。欧达欧达素鲤鱼包，材料有生豆包三片，嫩豆腐半盒，鲍鱼菇100克，山老叶30片，香蕉叶10片，牙签10支，香料有。辣椒干4条，香茅2支，黄姜、南姜1小块，麻风干叶6片，椰浆100克，生豆包2片。调味料有盐、白糖、香菇粉、素巴拉尖粉、太白粉、海带粉、胡椒粉。哦，是安尼哦，哦大哦大哦，是一种娘惹料理，叫做牛娘哦，所以自己尬料好，这个耳熟啊。好，按这个边来做，怎么做呢？要有豆包咯，豆包要搅的，搅拌。啊，豆包就是先做安尼。啊，这是没有炸过的豆包。没有，全部没有炸过了，不要炸了。没有炸过，这一道料理没有炸的。好，请料理。切丝哦。啊，切丝，这2片拿来搅，3片拿来切丝。哦，拿来搅也是要切丝给比较好搅。哦，3片要把它搅碎一点。啊，搅碎。这个是南姜。南姜。南姜也是要搅的。好，现在处理的这些食材都是等一下把它搅成那个酱。搅成酱料。南姜也是切片。啊，切片。啊，这个呢？这个是辣椒干，拿来蒸。啊，这个有处理过了吗？拿来泡水哈，泡水过了。嗯，黄姜。这是黄姜，先切黄姜。黄姜也是要切。这个麻风叶。麻风叶又叫做风干叶。风干叶。哦，风干叶。这个等一下切，那现在切香茅。香茅。也是要切细了才搅拌。为什么我常常发现我们这个香鸡师姐啊，这个香茅切到最后的时候都要剩下尾端这边呢？因为它没有这样香了。哦，比较尾端没有这样香，但是还是可以去放。可以，好像如果啊炖汤什么啊煮饭啊，哦，做任何的料都可以加这个。这个麻风叶去掉它的梗。哦，去掉它的梗。嗯，好轻啊。所以我们要搅，因为它茎是会苦，你搅拌下去。哦，要注意哦，那个梗会苦哦，要把它去掉。啊，你要去掉它的梗。也要加水吗？没有，加椰浆下去。哦，要加椰浆。不要放水。师姐，你有一个很奇特的经验。素宝宝，上面是素宝宝。哦、oh, ，我来的时候一直听人家讲哦，讲说哦，你有一个很奇特的那个经验，素宝宝哎。我的素宝宝是啊，他是，从我会知道他是素宝宝，我从胎里就吃素。为什么那时候？会呕吐。
会呕吐。啊，嗅到就好。所以你怀他的时候就这样了，反应了。啊，过后的时候，他四个月的时候，我就给他吃荤，煮粥的时候，给他煮泥给他吃。他一吃过后15分钟过后，他就泻。啊，吃三回，一天啊拉肚子，一天吃三回，他也泻三回。哦，那当然啦，谁叫你当初你就喂他吃素啊？他长大了，等他生出来的时候习惯是不是？过后我就没有给他吃了。哦，啊，到现在为止，到现在几岁？2岁多。2岁多，哦。可是他很健康。啊，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一个小朋友来诞生呢？我的第三儿子。第三儿子已经10岁了，我才怀这个小宝宝。哦，第三个孩子10岁了，刚好这是第四个。啊，对。哦，他是突如其来的小宝宝，感觉上好像是天赐的呢。啊，对。而且还这么特别。好啊，这个现在放进去，要分两段来搅拌它。啊，对。为什么要分成两半？因为这个香茅什么啊？段来搅拌。香茅什么比较硬啊？豆包比较软。哦，豆包比较软。嗯。那香茅硬的要先搅。嗯。用这个碗。这道料理哦，在马来西亚这边啊，算是非常常见的嘛。本来是荤食的。荤食的。它是那个鲤鱼包，荤食叫鲤鱼包。啊，它是用鱼肉做的。那我就改回改回素食。嗯，我们吃很多那个香鸡师姐哈，都醋鼻耶呢。很多这个料理哈，不是说自己创意的啦哈。啊，不然哈，就是说从这原来是荤食啊，啊把它改，对不对？把它差不多拿掉，然后因为那个我们的荤食啊，跟我们的素食啊，差不多一样的。嗯，只是我们的料理放下去看是什么。对对对。煮素食比较好煮，比较省。比较省。嗯。豆包切丝，3片豆包。豆包切丝。那豆包是要这个要去炒的，不用炒了，这一道料理是没有炒的。哦，这道料理不用炒，只是蒸而已。哦，蒸的。啊，拿来蒸的。哎，那就很清淡哦。啊，对。所以这道这个鲍鱼菇，新鲍鱼菇也是拿来切丝。用蒸的，哎，那通常蒸完之后都会用去。冰啊，冷藏啊，这个是这样子吗？还是热热吃比较好？热热吃比较好，这不适合说冷藏来吃啊。不适合。哎，这个叶子就很少见哦。山老叶它是用来做香料用吗？对，它也是会香，它会去风。这个你去买的哦？不是，它野生植物来的。野生？野生。啊啊，你自己去摘的？啊，对。啊，你怎么会认识？辨认说这个就是可以吃的山老叶？这个是我婆婆。嘿，我婆婆教我们的。你婆婆教你的？啊，为什么你婆婆懂这么多？她是纽亚人。纽亚啊。这个豆包要拿来挤干。挤干。嗯，挤干它的水分。好，那就我来挤喽。嗯。但是你要教我怎么挤。这样。只要渣渣汁就不要了。你不可以整团。不可以整团。你要放给它松一点，给它开一点。简单的嘛是不薄的。这样压哈。哦。这个因为它放久了没有这样多水分。嗯。那不然的话就。啊，没有，就很多水分。这样就好了。嗯。那我还是无用武之地。拿来放在掺在这里喽。好。了，这个也是。啊，这个也要再新鲍菇，鲍鱼菇也是。这样子去水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不会散散啊，煮好的时候。不会散散哦，会比较扎实一点。扎实一点。那它有水，这样多水出来，我们不用放这样多粉，因为放太多粉。你有听到无？
有啊。那是什么音乐啊？马来人念经。马来人念经啊、哦？那、啊、为什么在这时候？好像我记得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都有听到啊。因为他们一天要念很多回。哦，他们算是回教。回教徒。回教徒。回教徒。然后早晚都要来念经。啊，对。哦。一天他们念很多回。早上念经很早呢，他们很早。啊，是是是。然后五点多还是？因为现在是播撒的时间，斋戒月啊。啊，斋戒月。斋戒月比较早。哎，也快过年了。啊，对。这个豆腐。也是要找，也要挤过，要挤过的，嗯、啊，都也是要挤。啊，过年哈、哦，免不了又是新年快乐，再教我们一次啊！嗯、上次有个朋友教我们了，我还是忘记怎么讲。给他新年快乐，那个过年怎么讲？给他烂也是要挤出来，你看。好，这个也是要把它挤出来。阿师姐能不能教我们那个过年叫做什么？哦、Selamat Hari Raya。啊 ，Selamat。哈利拉呀！你爸爸哩？对呀、啊、对啦、啊，上次人家朋友教我还有没有？不是，什么哈利拉呀？什么哈利拉呀？嗯。什么哈利拉呀？你们学起来了没有？要过年了，和爱师姐这样子。来。哦。好有那个异国风情哦，在这边做菜，然后有听到那个回教的那个、嗯、这个念经的声音，而且他念经的声音，哎，好特别。好、啊，再来。是不是要需要这个？啊，要汤匙。它、啊、为什么要叫做牛酿？它是穿沙龙的。啊？马来人。马来人。嗯。马来人跟华人啊，对，结合之后的那个后代，我们把它叫做牛酿。牛酿。这个是 Brajan， 这个是 Brajan， 啊 ，Brajan 不是荤的，不是，它是素的这种，素的，它是用海苔做的，海苔，啊，哦，啊、海苔做完就是这样子哦，啊，除了海苔以外还有什么？就只有海苔，啊，有盐什么咯，盐巴，掺、一点盐，海洋的味道哈、哦，啊，对，好，把有这个糖，糖，糖用的这个是。白糖，白糖，因为用那个黄糖不适合，它味道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盐巴。盐巴。咦，啊，我们刚刚这个三老叶呢？三老叶要做什么用？三老叶等一下铺在这个香蕉叶上包起来。哦。这个是胡椒粉。胡椒粉。啊，全部搅拌。啊，还有这个香菇精。香菇精。香菇精一颗一颗的，这样子下去它也会。会溶。哦，这个是海苔粉。海苔粉，嗯，它也是给它鲜味。鲜味，嗯，它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放鱼。放鱼。本来是荤的，是用鱼。啊啊，就是所谓的鲤鱼包。啊，对对对，啊，用鱼。嗯。然后这个就是啊，搅拌。它有没有说要左搅左？不用不用不用，搅给它均匀而已。这做料理很忙哈。啊，你怎么会做习惯了？不会啦，做习惯不会啊。嗯。啊，听说你做了这么多香鸡活动哦。嗯。是不是？有一场活动是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在那个义卖会。义卖会什么样的义卖会？要筹募那个、啊、那个缅甸的、啊。缅甸哦。嗯。风灾是。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参加的那个义卖会了、啊、这样子，因为我负责那个经济饭，经济饭，我们经济饭是煮多多样菜，对，有餐跟饭这样卖的。哦，然后就是让当地的义卖，义卖。哦，啊，义卖的这个钱，哎，下次做什么用？拿来筹募那个啊大爱屋子。啊，大爱屋，哦。你们真的是很发心。这个是太白粉，太白粉，太白粉要加下去。啊。好。可以，可以了哈。所以我看你这样子，要包这个，这是要包起来吗？对。先垫了一个香蕉叶。啊，先垫一个香蕉叶。然后再垫。香蕉叶有正反两面的。啊，有，它正面是比较亮。比较亮，
亮的放外面，放底下。等下你蒸出来的时候，它才会亮亮。嗯啊，但是你的三老叶好像是正面是朝上，然后颠倒。哎，那这香蕉叶是新鲜的，拿来？新鲜的拿来烘锅。烘过。要烘过。啊，拿来在火上面烘锅。烘过。烘过了它会软，啊，烘过了才用水洗才抹干。了这个三老叶，你拿来洗，要擦给它干。好香哦，黑嘞黑上面黑胡椒。黑胡椒的香气，不是黑胡椒，不是黑胡椒，那个布拉赞的味道，哦，跟那个胡椒粉，对，就是那个胡椒粉啊，嗯，嘿，好，拿这样子，哎，怎么包？这样，好好，来给我们镜头看一下，这样子捏起来，然后从两边这样子压上，压过来。这边也是，这边也是，这边也是一样。哦，这包法很有技巧哦。嗯，来，然后来可以压下去。哦，要有棱有角，不是说随便捏捏就好了。不可以。啊，还要用什么东西夹起来？剪掉哈。啊，还要剪掉？剪掉一点才会很漂亮。它平。啊，需要用什么东西把它固定夹起来吗？这个做长方形的哦，你香蕉叶有两种，香蕉叶有两种做长，一种是宽的，对，一种是宽的，一种是长条状的，好，长条状的再把它这样，也是要拿一圈，拿正面哦，在外面，正面一样都在外面啊，对，让外面看起来都是油油亮亮的，对对对，才拿这个叉子，好，知道了。外面油油亮亮的，啊，里面呢接触到我们那个，这个食材的料，它不用亮，在里面包在里面。嗯，好，那就这样给它别，像别像别大头针一样，这种吗？对，这样就拿去蒸。这样拿去蒸。好，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有做好的成品了哦，来看一下，蒸半个小时，蒸半个小时的，这个叫做奥达。奥达就是蒸过后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好，那这打开了，对不对？试吃。嗯。哎，那这叶子我也可以吃啊，可以吃的，三老叶可以吃的。哦，里面的叶子是可以吃的，那外面的那个。这个是香蕉叶。香蕉叶就不行。好，试看看喽。嗯。会滑滑吗？会滑滑，它 QQ 这样。对，它会 QQ， 因为放这个太白粉给它 Q。而且哦，它的这个三老叶啊，哎，不会说这样子有渣什么，会难度？不会，好软嫩，好顺口。它很快就很软了的。对，而且有入口之后呢，在喉咙这边还有一点辣辣的、香香的，那个香味一直在回甘，在回甘。然后那个豆腐啊，还有那个其他香气，哦，一层又一层上来耶，这很棒哦。哇，谢谢我们师姐哈，淑仪师姐为我们带来这道料理哈。奥达，拍手哦，奥达，真正有够好食，一定爱甲学起来哦哈。奥达，素鲤鱼包，做法是：豆包包鱼菇切丝挤干水分，豆腐挤干水分备用，南姜、黄姜、香茅切片。麻风干叶去梗，上述材料连同辣椒干、椰浆一起放入调理机中打碎后，再放入两片切丝的豆包，继续打成泥后，倒出调理机，加入挤干水分的豆包、鲍鱼菇、豆腐，搅拌均匀，以素巴拉尖粉、白糖、盐、胡椒粉、香菇粉、海带粉、太白粉调味拌匀，成为馅料备用。烘暖的香蕉叶上铺上洗净的山老叶，放上调好的馅料后包起，用牙签串起固定，入蒸锅蒸半小时就可以了。因为很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所以很期待说，好事大家一起来做嘛。所有的拜拜都不再用荤的了，智和门他们的婚宴都是用素食。
是因为认识佛法而相信说杀业的因缘果报，所以开始学习吃素。因为也是皈依过后，有一位法师说杀业不断，战争、疾病都会不断，所以更诚信，所以就以前不是常斋啊，对，现在就开始发现说、我要吃常斋，那是什么样的因缘下？相信可以给妈妈一些帮助，也是一个行孝。那时候是说期待妈妈能够康复，妈妈在很短的时间就离开。妈妈走后开始是说还继续吃素来回向给她，那过后就习惯了就吃素。因为很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也所以很期待说啊，好事大家一起来做嘛。开始是没有告诉他们这些是不是素的嘛。你慢慢的影响了呀。对，其实慢慢看到是可以吃的，他们是可以，只要你不告诉他那是素的，他就吃得下了嘛。其实妈妈有在的时候，已经跟妈妈也有带妈妈去道场听法师讲，家里哥哥妈妈都接受说，所有的拜拜都不再用荤的了，包括智儿们他们的婚宴都是用素食。我总觉得他们很包容哦，因为他们说我很坚持，他也应该也了解到说我是在关心家里每一个人啊。所以他们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做法。家里人很多位都是常素了，其实要让大家素食也不简单啊，但是我们会很用心的去找适合他们吃的食物。时候每一战争的时候，我们就说，只要上人来推广素食，那不久后真的是 SARS 的那个，就又接着发生 SARS 了。那上人的推广，那我们就真的全力以赴的去进行。上人的呼吁过后，有办这个斋戒。那在这过后也就有影响到他们常数。师姑，趁今天这个机会难得哈，有什么话要上来共勉？其实是非常感恩呐，实际在吉打这里，然后家里人也真的走入此际啊这个道场来，然后上人在推这个素食的时候。那我真的可以很顺利的影响家里更多他们来，包括一些亲属都，他们的喜丧事我们都可以用得上，真的是非常感恩哦，上人的德行来影响。今天非常谢谢宝兰师姑哈，来跟我们分享精彩的素人生，在这边祝福你。探索文明的过去与未来，古老的玛雅古城为何被遗弃在荒野丛林中？了解文明的兴盛与消失。When they abandoned the stairway to heaven,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return it somehow. 留下来的足迹带给人们什么讯息？寻找消失的玛雅。人类的存在并非理所当然，没有了人类，世界会变得如何？草占据了街道，树木遮蔽了大楼，
城市变成动物园。我们从没见过的地球是什么模样？人类消失后，阿多莎，只要会当减轻你甲阿母一点点仔的痛苦，阿多莎，还是讲能增加着恁一点点仔的岁数，无论爱我做啥物，我拢愿意去做。真情刻画人生。我唔知影活咧，佫有啥物意义？你叫我要创啥？讲啊！你叫我要创啥？死只是逃命，活着别人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情撼动人心。咱每一个人吼，拢全是为着咱这个家啦。真心，好辛苦。咱这个家吼，不但无散去，更倒佫较甲小话。大爱剧场，真人真情，天天感动。环保科技为竹材赋予新面貌，从穷人的材料改为时髦绿建材。竹材以复合材的心思重现建筑界，不仅要以竹代木，还要以竹代钢，各种诀窍将为您一一解开。能够留在台湾的玻璃啊，绝对是最好的才留得下来。像我们这样的技术是属于意大利他们的国粹，用西方的技法来做我们东方的文化。玻璃浆挖出来之后呢，用空心管的铁管来塑形，可以做到20几公斤重，可以做到大概40到50公分的大，20分钟以内一定要完成。有些人说做玻璃很热，啊，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得下去呢？其实做玻璃太好玩了，因为你在创作一个东西，或者说你有一个构想的时候，从无到有，那种成就感真的是太棒，有那种很甜蜜的感觉，真的。HD 亮起来，大爱更精彩。讲起来哦，咱每一个人哦，拢全是为着咱这个家啦。咱这个家哦，不但无散去，等到搁较甲小话，安尼敢毋是真有价值？
所谓爱护环境，人人有责，所以平常呢，不止扫自己的家里，你也可以拿起扫把来扫社区，维护整个社区的整洁。其实大家都是有责任，而且把社区变得更美好的话，你不觉得整个环境就是很舒服吗？而阿姨，哎，阿姨，你也出来扫地啊？对啊，我喜欢扫的啊。阿姨跟我们一样，都是非常有爱心，所以我们会觉得把整个社区扫好，大家都有责任，对不对？对啦，阿姨好棒。安站先本拢来扫扫，较清气无哦。安好家家看了也歹看。无唔对，阿姨讲了无。哎、欸，阿姨，嗯，啊，为虾米你的扫帚长我无共？啊，我这扫帚，阮这和恁这是一定无共的啦。阮这是空王的，啊，恁这是款塑胶。塑胶好好扫，大啦。啊，阮古早人就是拢用这款这空王咧扫的啦。空王，空王是虾米物件？空王就是一种树仔长。哦，所以这是植物的树叶就对了。嘿嘿嘿，树仔长。这树仔长敢会好扫？好扫啦，吼！我扫给你看，这树仔长，你看扫了，阮真清气。啊，这叶啊，阿姨信心满满。电啦，啊，拢忙足好扫。哎呀，我问下我若要买这個，我要去对买啊！这阮家己种的，家己种买啦，所以较无当买啦。无当买，所以你讲你家己种，哎，袂讲你嘛是爱家己做吧？啊，阮家己做啊，啊，阮家己种，啊，种咧扫，啊，啊，卖人较早人有咧卖啊，即嘛现代人即款较无咧用啊。以前好像很少看到，所以我都可能你开始我感觉够新奇的呢。嗯，啊，所以恁即嘛社区个有咧家己做这款扫帚？阮家己有咧做啦，阮若像讲迄个有拄啊活动的时阵，阮会做去。展览啊呐，啊若无平常真较少啊。阿姨，我感觉人生就是缘分、嗯。我感觉我今麦在路上扫街还可以遇到阿姨，所以阿姨，你感觉你今仔个当带我跟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熟悉，讲这扫帚到底要安怎做？好啊，真正会用钱。哎呀，来阮遐，阮厝的遐有种空王，啊会当绑互恁看。实在是太幸运，阿姨，咱今麦随来好不好？好。哎，一边扫街哦。好好好。真的是不打，哎，讲错了，是不扫不相识。那到底康郎扫帚是什么？赶紧来了解一下。天刚破晓，勤劳的老人家就忙着扫地。早期的农村时代，要扫地得靠这种用植物做的扫帚。扫帚又称为天地扫，天地扫趋吉避凶，用在喜事得双双对对，但是怎么用就是就地取材。在民国50年代前，林园区林内整个村落就靠着这一把扫帚蓬勃发达。都好呀，毛都好呀，都富足的啦，天天都过得很好。哦，没要掉，我没要掉掉，啊，我迄阵无当产，迄阵无工业。过去全村都靠着它为生，但是这光芒却随着塑胶工业崛起而暗淡。那个塑胶产品出来，还有塑胶工作，好，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康人已经无当客啊，无当客这个物件，而且成长足慢的物件，你讲要种啥拢袂有啊。过去在林园到处都是康郎树，但日治时代大量砍伐，如今在林内社区里只剩下这几棵，就好像会绑康郎扫帚的人一样寥寥无几。而今天就要带观众朋友来体验康郎扫帚如何制作。来，我这带你来，这看阮这的扫帚。阿姨，等一下，恁家门口的迄个空地做侪臭，咱先给扫掉好不好？袂使啦，这阮这咧做的扫帚，你要哪个给扫掉？啊，阮都袂当人做啊。你讲这毛的好干，这臭就是你这扫帚的材料哦。掉啦，爱皮哦拍的啦。啊，好神奇，我还以为是杂草，差点扫掉。如果扫掉的话，我可能会被阿姨扫掉。阿姨，安尼所以你讲这毛，这青蛙破了，先把它拍我打了。掉，破开啊，再拍我打嘞。哎呦，好神奇，所以阿姨，恁这毛这青蛙嘛是恁社区家己种？我家己种的，我带你来，我带你来看哦。阮遮这种这种三十几年啊，就是这丛的树啊，这个啊。这个，不过这看起来这是咱做尖做粗呢。啊，爱破开就袂擦啊。好，所以哈，拄啊，咱去口口看，迄就是这家破落来，然后过来你讲干哪家？啊，皮哦，甲破开，啊，它搁起来拍，就是像安尼拍的。
要啊。听起来需要做高工做辛苦，所以阿姨，你今晚要开始教我要哪做对不？我带你来看啊，迄落一个老师傅哦，伊专门读30几档啊，迄上高的师傅，我带你来学。所以阿姨就是强中自有强中所，所以阿姨咱今晚要找一个老师傅对不？对啊，我带你来找一个老师傅，教你教。马上去看看那老师傅到底有什么独门的功夫。行。刚刚阿姨说呢，如果我要学做康郎扫帚，我可以找一位有30多年功夫的老师傅。不过我，师傅你好，你好，师傅就在我旁边呢。师傅，他多阿有一个阿姨啊，讲我若要学做扫帚，当来厂里学功夫，哦，是真的吗？啊，而且你敢要学？我想要学啊！你看起来足心急呢，足麻烦呐，足麻烦。要不跟我想要赞扬下，对阿姨讲啊，咱要学这扫帚，爱对破树叶啊开始对不？你可以先甲咱介绍一下，讲这全部的流程步骤有几个步骤。哦，哎，我会啊，我就刮来哦，啊个裂开，裂开个塔，塔打个修改，修改个吊绳，咱当作吊安呐，啊起来绑啊，把绑个登一个边。啊，等皮等到等上，甲站上，安就好啊。哦，师傅，你也多讲一下步骤，干嘛哇？十根手指头已经数完，但是俺那个师傅都还没有讲完。所以讲，咱要对这叶啊，做安尼一支扫帚起来，其实做高工对不？高工。安尼你安尼做一支扫帚，拢爱做偌久的时间？啊，30分啦。三十分钟。30分钟啊，加10分尔啊。你干嘛我做刚才30工？啊，我爱30工啊，30分钟买单做起来。你要学三，哪主要要学要百分30分就够啦。30分我肯爱30工哦，还是够费时间。啊，师傅你安尼是对几岁开始学做这啊？我做兵啊，等啊不做兵，等下我就在挂啦，挂在阮老母啊，阮老爸啊包啊。哦，所以恁爸爸的时候就开始在做这块扫帚。啊，我做兵啊，等下从那开始包啊，那。是啊，所以说以前的人扫口，人拢是用这款扫帚扫的。用这款呢。啊，所以你以前做这生意都各种做好点无？因大拢爱。以前做好点。哎，以前拢安那卖啊？是人会来恁店里卖啊？是讲安怎？在一个当时啊，高雄的学遐拢在学校的学校人的，你嘛迄个囡仔开学拢要几啊千几？几啊千？啊，你嘛那在？啊，屏东的啊，你在。在迄阵拢载一撮拢是200几个啦。你讲安那用骑骑都歹哦。骑车啊，就拢打车啊，你啊。骑卡达车，然后后面再几支小酒。是200几个。哎，无拢比你的人搁较悬啊。啊，安尼讲起来，我。会啦。你无得。我听起来，哦，哎，唔过咱今麦去买这款小酒的人较少啊，对不？较少。要唔过你嘛是兴趣嘛是有咧做这款小酒。我就无即马咱无想啊，无啥会做啊，无啥咧用啊，吓啦。好啊，他多长师傅聊天要过3分钟啊？我感觉我过来30工较学会晓，咱即马变做。咱手先来对对开始啊，咱即马看了咱头前有一定拍好的图啊，对不？吊绳咱拄啊吊呐。你讲爱心，哎，这个是，这个好像那个孔雀的那个。吊，这边你要不要吊这边破啊？这边啊最对啊。你讲咱即马要做啥？要改阿罗灯吗？改阿罗灯，阿请问，安尼，安两个吊人，未来我未开阿罗灯。你讲安尼，我今麦对安尼对对。哦哦，安当安对，安尼，这边做对啊，阿我起安啦，起请问啦，嘿，请问两个吊来啦。安尼阿罗灯吗？安好安，安个吊来灯。安尼。哦，安对。哦。哎，所以。你全部都是用手哦，还有手是用，因为我现在这样子用，就觉得手好像会被那个叶子割到的感觉，所以你干嘛手当先弄个挂掉？会挂掉，会挂掉，会挂掉。要不然今嘛，你这个长度是咱哪去决定伊的长度要偌长？长度这个要绑一波起来，这爱较长。爱较长。绑一波这个较长。所以我想我今嘛这个搁较长，我搁去改拗掉。你拗先长啊。我今嘛爱搁改。到这。拗到这。这只要绑一波呢啊！它就是好像有那个纤维哦，然后你就是这样撕起来，就是有一丝一丝的感觉。绑一波呢啊！你后尾好，哎，老我今嘛安尼，安尼有形体有出来啊吗？啊，这个先长的。这个够先长。哦，爱给它修这长度好。这是我第一波安尼算会用几尾？啊，这绑链呢不够啦，不够，差不多安尼，安够安够绑起够。哎，来第二波。咱今嘛要做啥？第二波，这第二波即嘛啊吊较短咧啊！哦是哦，啊这个吊较短。我知，意思你讲，因为咱这扫帚看起来是一个
有长的，搁有短的所在，对。这波，这波会着长的啊，这波咯。哦，就是对这开始包这爱用。这波，这波长的。嗯。啊，这三波爱钓较短，这三波。哦。啊，这波爱买，这波这位娘妈，这波爱较长。所以咱即马长度，就是爱开始去家钓出来就对了。好好，啊，咱即马继续。真正会聊嘛呀，也是宝宝乖呀。我们现在欢迎另外一个主角登场，就是我们的邻居阿姨。这边手机也靠靠比。阿姨，有啥物靠靠比起来？啊，无手袂夹啦。啊，真的。手袂夹啦呀，安那。哦，安那。你讲刚才你改安那。安手安唔该夹咱。就是真的是这个，然后我要把它转成这样子，有圈圈的感觉的对啊。哎呀，你挂布设备，那师傅考出开样子我起来，我方便。哦，这个设备，你讲你底下多少钱用过啊？嘿，安个设备很好玩啊。哦，所以我该夹到玩玩。嘿，哎，来，你继续你家用起来。哎，伊那像哦。对。对了，我只要有一个，我无因为我看有骨来，对了，我只要放一条看。好，反正呢，现在的情势呢有点混乱，因为我基本上因为可能手工艺太差了，现在很多人出来见义勇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先来看看这个邻居阿姨跟师傅他们怎么完成这一把扫帚，赶快来看看。见义勇为的邻居阿姨其实也是制作康郎扫帚的达人，看她跟老师傅利落的手脚，让人真佩服。不过做康郎扫帚过程马虎不得。砍下的树叶要经过多次的处理，而绑扫帚的月桃筋得先晒干，绑之前还得多条放在一起搓紧。怎么搓？看看老师傅磨到发红的手跟脚，就是工具。而这样反复绑的四次，再插上竹柄，绑上11或是13个绳结，康郎扫帚的样子就已经出现了。师傅，足厉害呢！你看你这，大家拢把它做硬的呢，为什么这款物件？不吹安尼，两面都拉开，咱就拉开。所以你这种爱把什么足大拉开当硬对不啦？无可能扫扫去，我一边扫一边上过来对不？对啊。哎，所以咱今麦一定把好啊！哎，咱今麦给咱可以扫裤脚吗？站站的在上扫啊。都爱站，为什么？爱站着完啦。哦，你讲伊的形体是不是？有，就是爱改这个弧度用出来。你站起来这少少太少了。所以咱今毛你来改伊这个修伊的头上就对了。OK， 头上修用出来。剃头安就对了。剃头对了，安咱今毛要哪用？安来。咱今毛摕啥物工具吗？哎，也这啊。这个是啥物？草鸡啊。草鸡啊，啥？哦，是专门咧，就是修伊的形的就对了。好，安咱今毛要哪做？安尼，哦，要站就无紧哦，无紧，尽量。安尼。啊，还改到用胶带。用胶带来下。嗯。胶带来下啊。要唔过用这较紧吼。这较紧啊，胶带较慢啊，无哦，我那有胶带。哎，咱家收哦，圆就对啊吼。啊，较要少啦。哇，看足出名诶，我改当试看卖诶。啊，诶。好来，我来试。啊，我即摆就是赶快改收，安尼弯过来嘛。弯是安弯。弯过来吼。哎，安尼吗？安尼够用劲。用什么啊？搞安尼好。哎个哎。哎个那个那只。安尼。慢着，安怎么玩得来？是我干嘛？我叫你用胶带拉紧。哎，可是为什么我都缠不断？我连我搞用灯。我这剃头师无合格。啊！我咧二年。我要求改。二年对啊。我只爱剃那么剃，按高三啦，剃按剃条弯啦，安啦。哦。按高三了，安啦。你这真的很难的，看似好像很简单，砍下去就会断。但其实我刚刚没砍一下呢，其实那个刀子就是到下面的那个木头里面，但是那个叶子完全不会断，所以这个功夫真的很厉害。哦，安尼个用一啦。啊，一般人较会扫。啊，这长度爱控制偌长啊，还是讲看你家己的需要。
站块就比得少较硬啦。是。啊，站块尾啊，得少较软软啦，拢少讲啊。了解。哇，其实这都是做幼工呢。好，好，咱今麦来看，师傅一定等等，哎，师傅安尼给完成啊，对不？短短三十几分钟，这师傅已经把这个扫帚全部都做好了。不过这可是累积了他三十几年的功夫下来才能有这么快的速度。不过现在呢，在社区里面不止婆婆妈妈还有师傅继续做扫帚，现在连在校园里面的老师还有小学生，他们也开始全面要来学习这个扫帚的文化。康郎扫帚的三个制作材料分别是康郎当地的金潭国小，从十多年前就把康郎扫帚融入乡土教学，用迷你版的小扫帚吸引孩子学习。结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你等一下要穿过去的地方就是打结的这个地方。你这条子一点用不给你啊！来，我。你觉得最好玩在哪里？身为林甸人的老师满怀责任投入康郎扫帚的传承，学校在讲说康郎扫帚的推广，好，因为那毕竟是我小时候生活的什么一部分啊，舍弃了多可惜啊。也有来自外地的老师被这项传统产业文化深深感动，有点感动啊，就是说能够在学校，重点是能够传承下去。那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者，当然是应该要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啦，去把它推广下去啊。老师们担起满满的责任，让康郎扫帚这项老技艺成了年轻一代脑海里翻腾的记忆，用不同的形态传承了即将消失的康郎产业文化。老师傅一起做大的扫帚，然后又看到有那种小小非常可爱可以随身携带的扫帚，真的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有创意。理事长您好。你好，小姐你好。是从之前到现在整个历史是很长的对不？很久的啦，因为这哦，从我出世到这我六十几年，我那时出世就知道我们祖先就在北就在做了啦，做到近，啊，近的是一阵呢，拢接近科学啊，时代啊变迁啊，拢用塑胶了啊。啊，但是我们这个吼扫帚呢，我们把它传承下来，就是一种文化啊。然后呢，有一些喜庆啊，啊，那个神明呢入庙啦，还有出巡啊，都要用这个真正这个扫把，康郎做的扫把出来。所以理事长你讲吼，今麦较少人来用，因为搁伫。古早迄个时阵吼，你敢当带观众朋友做伙登迄个时阵，想看卖讲，迄个时阵是家家户户大人拢用这款扫把，对不对？迄阵是生意用足好吼。生意迄阵足好，因为迄阵哦，阮老爸在空王迄个扫帚迄个用的，养活我们一家人呐。我们就是光靠卖那个扫帚就可以了。我们一家九个人啊，啊，那个九个孩子吧。啊，跟爸爸妈妈也是属于一个啊，属于一个都养活我们一家子，太辛苦了啦。我们知道康郎是一种康郎树，对不对？这种东西是不是只有在南部才有啊？因为做这个扫把，好像北部、中部都没有，对不对？很少很少，北部很少，大多是在南部这个热比较热地带的地方。是跟它植物的习性有关吗？对对。好重吗？这种植物？不会很重啊。就是哦，很麻烦啊，都会插卵啊，都会出啊，都会很麻烦，就对了。是，所以其实基本功夫好啊，因为理事长讲呢，他的爸爸阿祖嘛有在做嘛，有啦。要唔过理事长呢，伊家己袂晓做哦，为什么你无学着这个功夫？我就做囡仔十三岁就去高雄学西啊，学别款头路啦。啊，讲回来是遮啊，发挥发展，讲是这农民在做安尼。是，要唔过呢，理事长虽然不会做，要唔过你起码专心咧推广这方面对不对？对，我做理事长了后吼，我专心把它推广。
啊，小朋友也可以，那个高大学生也是高中都可以，还有这个社区的哦的助攻都可以来学，还有叫一些师傅或老师出来教导他们怎么样绑都可以。嗯，师傅，你感觉这款扫帚吼，咱讲诶，做这款扫帚做趣味的，麦当哦，讲真正做实用的。要么你感觉伊有啥物代表，啥物精神伫内面无？代表讲咱当看到咱祖先一寡做不怕病、做老实款精神。诶，当吼足济啦。回想着咱祖先的辛苦，辛苦了，太辛苦了。嗯。阿多乐到高雄山恒春都半屏山那里都去，那么辛苦，早上哦，那么辛苦，还没有天亮就去啊。实在他们都太辛苦，哎，我这种文化哦，全国的地方哦，剩下我们这里林业里有在这个康郎扫帚的，其他的都没有了啦。康郎扫帚是林园区林业里老一辈人的生活记忆，虽然随着塑胶工业发达，康郎扫帚早就被遗忘，社区也只剩下少数的妇女还会绑制。不过，为了抢救这一个即将失传的产业文化，社区协会想尽办法创新。看看这个袖珍型的康郎扫帚，制作更困难，但是做成吊饰、钥匙圈，吸引年轻人的目光，也希望借此将传统技艺向下扎根。啊！一专心就是要来推广着咱拿来康王扫帚，啊，即类扫帚咧，全国只有会使讲拢无啊啦，除阮拿来，啊拿来，我着做理事长了后，我尽量就是要来甲推广，互全国人知影。啊，即扫帚咧哦，是阮祖先放落来，啊，我认真就是要甲推广，啊，全国人知影，啊，全国也知影咧哦，会当来到阮拿来，甲阮一寡文化，甲阮指导，甲阮迄落鼓励。啊，阮一挂志工会通有迄落心、热心，继续搁甲传承落，感谢大家。我做这啊三十几冬啊。啊，年纪真济啊，我那总会做啊，啊，佫做出了也较无少啦，啊，然后我们二外家人啊。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场。2012年10月29号，桑迪飓风侵袭美国东部17州，纽约高达4米的潮水不但打破历史记录，也造成500亿美元的灾害损失。Honestly, I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die.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If I had to watch my kids drown. 觉醒年代，忏悔时刻，需要大家一起来。现在发生的天灾是反映地球未来的迹象。人类科技可以战胜气候暖化的浩劫吗？未来历程，大自然的反扑，失控的泥流，居民们该如何面对这场灾难？泥流浩劫，90分钟就可以绕行地球一周。在这段时间，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90分钟看地球，一股能摧毁人类文明的外星力量，10亿颗氢弹威力的太阳风暴爆发，会带给地球什么威胁？风暴星球，我们的星球每天至少有54大地震和12场猛烈的火山爆发，
最先进的科技将带领大家揭开地表，揭露地球运作的过程。动力地球，十一月精彩呈现地球系列。西面东风嘛，天地间。我们现在也老了，看到这些老人，我觉得我家母亲也很老了，我们都应该孝敬他们，对他们好一点。有些老人家比我年纪大，也有比我小的，他们就应该放宽心情，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要充实一些，所以人活起就要年轻一些。老人来关怀老人，真的是整个方面是感动的。我想这个是我们说是和谐社会的一种吧。超抽地下水造成国土危机，通常地下水是救命水，地下水过度的抽用的结果会造成地层下陷。台湾的土地罹患一种慢性病，地层下陷，家园向下沉沦。一地外所在，伊盐分常年累积点的，伊会长会损害啊，到尾啊变染污的，变该死了吧。海水倒灌，土地盐化，抢救台湾从改变开始。电热也、水温也什么都很贵，如果抽地下水，那成本很高。啊，如果说我们引进天然的海水的话，天然海水里面也有一些藻类啊，省了很多一些饲料的成本啊。它有280公顷的面积，那整个一年的节水量大概，假如纯粹是引海水，一年节水量大概可以1500万吨。11月26号起，大爱新闻《消失的地平线》系列报道。那淡水较在提名叫做是叫河尾。淡水古早名叫做虎尾，本来是虎口的一个村庄。经过400年演变，现代淡水有古迹、渔人码头、老街阿吉，还够真侪游客。是安怎大家来这生美食？11月30日，带阿姑仔来去游淡水，看在地人安怎守护这美丽所在。来到关山，我喜欢它的简单，因为它跟我的家乡感觉很像。其实一开始啊，并还没有觉得想要投入护士这个行业。如何调适吗？就是把工作当成游戏啊，但是要很认真的玩。我们三个是慈济技术学院的同学，去年毕业后一起来到关山慈济医院服务。刚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很像一个菜鸟。经过一年成长，其实蛮多的，然后也慢慢的觉得自己是个专业的护理人员。然后享受在就护理的成就感里面。学校最受用的就是转念，因为在工作。